你简直住啊！可真是造孽呀！这个孽待会儿就得揍你，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咱们三个就你最硬，就你那老寒腿，不压你啊谁？就你事儿多，你还说？别说了，你马上就到。你还是免开尊口吧。丁东东，自己什么情况自己不清楚吗？过来，漂亮！去啊！那个汤老师，我压他一下。 行，下呀，干嘛呢？快点儿。嗯，那、啊、张老师，嗯，疼啊！还说话吗？不说了，继续，听到没？继续。啊！继续啊！